天天都化浓妆，再加上冷气房，我们皮肤的水嫩度还有弹润度就流失的特别快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保养就更需要这种高效渗透的组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应彤，多年主播台的播报经验，除了播报的专业度之外，化好主播妆也是一种专业形象的展现。常常也会被同事跟朋友问到，为什么卸妆之后的皮肤还是可以维持得这么水嫩？我都会跟他们分享我的保养小心机 ，La Girl 超导逆时系列，让我的肌肤可以越养越年轻。我的保养小心机，熬夜急救的专家 ，La Girl 逆时能量水凝露。这一瓶还有爆水凝露的绰号，它的质地也是一样，轻轻一抹开就爆水，因为它有独家超纳米分子技术，让营养可以很迅速的渗透，吸收也非常快。这里面有三大顶级抗老成分的添加，30%玻色因，6%岩藻。那说到岩藻，它拥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能力，让我们的肌肤细胞可以补充大量的营养素。添加高浓度的6%也可以来抚平我的细纹，是我加班准备新闻工作，或者是放假在家熬夜追剧的时候，是我的肌肤救火队。擦了这一罐，隔天的肌肤还是一样这么的水嫩透亮，爆水凝露，可以来加强大家皮肤的锁水，还有把营养的成分可以牢牢的锁在肌肤里面。擦上之后，你的脸颊马上就有拉紧的感觉，会变得更紧实水嫩。最重要的是 ，La Girl 超导逆时系列的产品，它们不添加酒精，还有四大重金属，大家可以非常安心的使用。在夏天，我们最怕缺水，还有脱妆了。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清爽不黏腻又很有感的保湿保养品，你一定要试试看他们家，你可以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水润透亮感。我是主播叶英彤，我的保养小心机 ，La Girl 打造逆时机。